我是万万都没有想到，把苹果和山药搭配在一起竟然这么厉害。冬天正是补脾胃的季节，可以多吃一些山药。今天我们就用山药和苹果来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新做法，好多人都没有吃过，刚出锅就被我家三个女儿抢光了。下面我就把这个做法分享给大家。准备两根铁棍山药，削皮的时候我们用一次性筷子塞进山药粗的一头，这样我们在削皮的时候手就碰不到山药的粘液了，手就不会痒了。去皮之后，咱们用山药把刀给它切成厚厚的薄片，切完之后装入盘中，再放入蒸锅中，水开计时，大火蒸15分钟。趁这个时间，把提前准备好的苹果用削皮刀削去外皮，再切成薄厚均匀的片，注意苹果里的籽一定要给它去掉，然后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苹果丁。下面在锅中倒入2块黄油，开中小火把黄油烧至融化，然后再把切好的苹果丁放进来，把苹果中的水分给它翻炒出来，然后再往里面加入一勺白糖，增加苹果的口感，继续翻炒2分钟。最后加入少许的水淀粉，把苹果丁炒至粘稠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炒好的苹果丁吃起来软糯香甜，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。这时候山药也已经蒸熟了，加入一勺白糖，用叉子按压成山药泥，按压得越细腻口感越好。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勺低筋面粉或者是糯米粉都可以，用筷子把它搅拌成面絮，用左手给它揉成一个光滑不粘手的面团，揉好之后取出来放到揉面垫上搓成细长条，再用刀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，取一个小剂子揉圆后按扁，用祖传的擀面杖给它擀成一个圆饼，也可以不用擀，直接用手按压成一个小窝窝，放上苹果馅料收口即可。最后给它按压成一个圆形的小饼，全部都做好之后，表面刷点清水，撒上几粒白芝麻，这样既好看又好吃。准备家里的平底锅或者是电饼铛，预热刷油，把做好的生胚一个一个的放入锅中。亲爱的家人们，视频都看到最后了，制作视频不易，这个视频恳求大家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家里还有三个女儿在上幼儿园，压力实在太大了，拜托大家了。表面再刷点油锁住水分，盖上盖子烙上1分钟，然后翻面烙另一面，看一下这小饼的颜色，金黄金黄的，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。然后反复的翻面，一直烙到两面金黄熟透，饼子鼓起，说明已经熟了。哇，闻着就好香啊，我的眼泪忍不住从嘴角流了下来。这样做的山药苹果馅小饼吃起来软糯香甜，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在苹果馅里面加点芝士，那孩子们更喜欢吃了。刚做好，我家三个女儿都抢着吃，不一会就光盘了。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如果你也喜欢的话，就收藏起来在家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转发收藏留言哦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